顺利来动算，所以咱大家要有信心。为今日开始，咱来让咱的亲戚好朋友知影讲，咱是北区，咱有一个上好的台南市上好的服务团队，零五级的服务处。吼，咱只要咱的朋友，若有人要问起北区要投什么人，当然第一个、第一优质的人选就是五级，咱大大咱甲推荐落去，然后绝对无唔对。好，那咱转落来呢，咱再来邀请咱台南市原住民生活教育协进会咱的理事长李昌国，李理事长，就来为咱讲几句话。